们就不拍照了。对。对好，这个我弄湿的，不要碰。那这边再一张，这边要喝的。啊，这边看一下。来，张鑫这边，交我手了。那是镜头，谢谢。从2016年到现在2年了，然后非常珍惜一次感情，然后我一直觉得小妹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女孩，包括这次的展览，大家应该一会儿也会进去看一下，非常好。设计非常的独特，然后真的是精致跟专注，然后包括这次展出的那个飞玉系列，啊，也非常喜欢。飞玉系列很喜欢。对。您觉得它的哪一个特点吸引到你？它，把这个生命力和艺术结合的非常好。但是以后能够跟秀妹一起设计一款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首饰或者珠宝的话，会很棒。一起设计一款，那我们品牌方要一起设计一款。对。好。张鑫，看前面。我有什么呀？还是不会老爽啊。看这边，那边两位，我有呢。好，来这里，这里，这里。下面这边，谢谢。好，下面这里，下面这里。好，这边看一下。好，谢谢。好，谢谢。